听起来就很恐怖。看，你看这两个机器，哪关的声音那么大？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品牌 ，Gintani， 就是这个，不是一般的改装 M3 而已啦。嘿各位，嗨晚安，嗨大家，干今天超多人，我们今天约出来其实是来看一台车的，我们一群朋友来这边聊天啦，然后包括 Anarchy 舅舅的阿古也来，然后呢带一堆车来，我开 C55， 因为他们的车都太快了，我开什么车来都比不过他们，干脆就随便开一台，然后呢这有 M2， 阿古的 M4， 那还有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一台橘红色的 F82 M4， 直接跳过这一群，嗨，这一台如果你们有看阿古他们的影片的话，应该就知道了。就这台就是他们之前上过频道的那台 M4， 那他们其实还没有改到100%，目前就只是整理到一个可以开的程度，然后电脑还没洗。但是我觉得光现在这样就有点恶心了。重点是我们今天还有约另外一个人，等会会过去，是一台192M3，也是特殊色，它那台是改机身，而且是全台唯一的机身。那台我们等一下再过去看，反正很恶心。你们看到预告片，那很夸张，片头就很夸张。但是我想说，先带各位来看这台 M4， 再去看那台 M3。我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体会一下，你们觉得哪一台车比较屌？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看看这台车。OK， 再次插播，这真的是 Evo 最后一次会出现的。这周末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，五六日一都会在有这间咖啡厅出现。他们是卖那个植栽的仙人掌那种，然后他们因为是一间咖啡厅，所以去的话一定要至少低消一杯饮料啊。可是如果是会线的话，就九折。这个我们上一部影片也讲过了，但是各位台中的，如果想要在最后看到这台 Evo 最后一次的话，真的就趁现在，没了。台中非常值得，因为台中的景是蛮漂亮的。对，那边的造景超美的，我们特地有跟他们，就是请他们腾出一个空间放这台车，附近全部都是很漂亮的造景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照片应该会是这台 Evo 在台中拍过最好看的照片，在台湾拍过最好看的照片。但是各位如果有兴趣，欢迎去参观。还有一个东西是最后一次出现，就是我们的 Evo T。我们白色的已经卖的差不多了，说实在，因为真的快没货了，卖的快断货了，对，个位数。然后黑色的也剩不到100件，所以各位现在上去要买要快，不然就没了。一样，那我们这周末的时间五六日一。我们的商城里面会有 logo T 跟那个 Evo T， 然后两件都是跟现场买的价格一样，加运费。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现在要抢，不然过礼拜一之后全部调回原本价格， Evo 也再也不会再上架，就绝版绝版了。真的，对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赶快买，不然就没了。好，那就回正片，一二三。我觉得直接开引擎盖，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多讲了，就开盖就对了。我应该还记得爸妈的怎么开啦。有对，这台其实上过我们频道不止一次哦。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，之前也给他载过，我们去国外交流这样。但是现在他整个长不一样，这一颗引擎看起来没什么，因为真的看不到。但是这台车那时候我们之前拍他出去我们玩的时候啊，那台车的引擎是原本那一颗，结果因为开一开就炸掉了，所以呢他就直接换了一台全新引擎。那他就觉得都换引擎了，我们直接做到底好了，所以呢就全锻造啊，对啊，然后就进气什么小全改啊，加大涡轮啊，那。我虽然讲得很轻描淡写，但是他在引擎还没改之前，我们就追不到他了。真的，我们车队里面随便一个给他开，他妈都开输他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直靠悠他，说他引擎绝对改过。他说没有，我只有写二阶而已，鬼才信。妈，真的他开超快的。然后现在他真的改单涡了，他真的改了，谁敢跟他比啊？有啦，我们之前那个507对 CR63 的时候，就是讲这台，说这台都可以跟 CR63 比比看。干你还不行，要血死他妈，终于你也快嘛。来看这台嘞，等一下大家发动热个车，然后我们坐副驾体验一下这台车的速度感，我会怕。你去做好不好？干，好了，那就等它发动吧。我们现在听 M4 发动，它要热车，那就可以出去。No， 干，你们等一下看花絮，它刚刚有发过一遍，那个听起来就很恐怖。这样就 No， 这听起来就很恐怖哎、欸。干，你刚刚稍微补一下就有涡轮声了哎、欸。对啊。这个。那我刚刚还想说，不然我开，然后我载我宇，然后我们出去录就好了，因为他们在聊天嘛。我不要开，那你坐坐，我不要开，我坐坐坐好了，我不要开，你开。对，在车在车内也超大声的，因为他现在引擎都改了，涡轮也改了，所以管也要改，他现在全直通了，哎呀、啊，不然太塞了。对，不然根本气出不来。靠背，你现在电脑没写，就这样了。我啊，你放过我，开慢一点。啊，下巴中了，这样就中了。对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刚降落，我们现在在那个曼谷，对，对，曼谷，对对对，我们在曼谷听中文歌，然后路试一下，腰修了，有点恐怖。我们今天等一下拍完，我们再回台湾，再去看那192。但是我觉得我先抓好了，他这次有可以抓了吗 ？Shit， 没有。好，我们一直坐后座系安全带，顺顺开嘛。
看你啊，走啊。对对对，这台还没写电脑，还在测试，对，还在测试中，然后就已经快很多了，所以我们下次有机会做的话，等你写完电脑再来，再跟综艺玩哦，再去电 CS63，那就不是电而已。对，好，我们先下交道吧，我现在有点惊啊，真的不见了，干下巴没了，好痛哦，他下巴跟他分手了。拜拜！我现在看到，看你看这个进气，妈，哪关的声音那么大，很赞哦！啊，你什么感觉？我现在整个头很麻。你刚刚坐后座有什么体验？上面都是共鸣。哈哈哈！坐前面恐怖。我之前坐过他的车，我们去跑，然后我坐副驾觉得很快，干现在明显快超多。他还说他喜欢电脑快更多。依他的车技，我觉得台湾好了，我不要帮他讲话，他等一下靠腰我。那我们现在就哇，我已经有点讲不出话了。不，妈是超快，你知道刚刚妈那个100、200超恶心的。然后他刚刚胎还不够，我们还活着啦，还不错。好，我们现在去赶场去下一台19M3。你看那台，那台也很靠背，那台超恶的，而且那车主跟这车主一样都笑笑哎。好了，我们直接跳过去吧。撒回。画面一转，我们现在来到台中市，我们有一个北部的朋友下来找我们，干超帅的啦！19M3红色的手牌改机身，你听那个切压声，够屌了！哎、欸、妈蛋，这台真的超恶心的、欸，对啊，这台车主花超多心思改装的，他改的是机身，但这不是我们其他看到什么 G Power ESS 不是哦，它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品牌 Gintani， 就是这个，他们现在做那个蓝宝坚尼排气管很有名。那他们其实有在做机身套件，你看，干整个碳纤维的进气盖子，它超大超好听的，它的泄压声干也超恶心，干那个曲就是它的泄压声。对，然后再来干，我再注意它的细节，它不止颜色漂亮，它的内装也很，就改超多东西耶。引擎很用心，内装也很用心。对，它整台车都超，而且还手牌的，你看正手牌的，而且红色 Recaro 同理，红色翻滚龙，妈的，我不知道说什么耶。它配也很搭，对啊，哎、欸、对，红色饰板。干那种哦，副骑士啊，红恶魔。对，而且真的光看那个表，对，这不是一般的改装 M3 而已啦。之后人家说什么改机真700匹，或者是什么很认真的去改干，我觉得这不是认真，这是有心有品味。一般人不会去改这种东西啊，因为这个车台湾会这样玩的人真的太少了。这已经不是光有心，这不是在跟风，他是真的有去研究才改出这种东西。我们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听他稍微踩一下，体验一下声浪什么的，算算真的很帅。他这一台齁是美国特别飞团队来的，因为金汤尼国外没有三阶，这算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美国以外的三阶金汤尼机阵。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去他们的厂，但是现在先替他发动，来吧。有够夸张的，他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夸张的猛兽，但这一车我们之后再去参观，因为他们有车行，之后有机会我们再去参观。干疯了！这个哇、哦，这个泄压声有个夸张的。敢听那个手牌，好夸张哦！看我傻眼。三个 G
片段是关阀门，对，然后这才是开阀门，有点扯。这部片的结尾有点夸张，我们之后再去参观他其他更夸张的猛兽，但是这个结尾我觉得够硬了，干这多。他们那群有各种品牌的机针，这已经预告了，下次机针都看出来。对，所以我们之后有机会我们再上去啊，因为那台车也还没讲解完，它太多细节可以去讲了，但是今天真的时间不够，还有动态还没体验。对，所以之后哈，之后再说。自己到这边，如果想要先点个赞，什么先不要讲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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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等一下哦，先不要放。没关系，那那哇，你确定？那好停的啦。哎，在干嘛？靠背哦。哈哈哈！你在干嘛？这是你家门口的吗？对啊。来车具吗？有车具吗？